就会跑到带卡子吗？500台，500台是，看看晃不晃。稍微有一点，从反面看不出来。背面看不出来。哪弄玻璃管不也没事是吧？哪弄没事又没事，背面看不出来。能显出，卖的就清楚了。再切一个小点试试，切刚才那个一小块那种。一个帽上放顺了，三分钟了，4分钟，没有做这么多图的，图的，不知道，他只是找个比较难干的活儿。死你顶不下了吗？没嘞。差不多顶不下了，然后大家扔下去就这吧。那一面来的。现在一面都顶了。这个目前到时候顶的事都是做的越小越好，这个。这个。因为自己的出运费。把平台拆下来，立这儿。